小心！他还考夜间驾驶吗？我们得把你弄直。这样你就被修好了。现在去修下一个吧。天哪，你看见那个了吗？看见了，那个人的船没有牌照，咱们去拦住他。哎，怎么都是警察？是不是总统到镇上来了？小心！大家好，我非常荣幸地来参加这座断桥的剪彩仪式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从我开滑浪学校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只要学生们愿意学，我就绝不会放弃他们。嗨，我的名字叫海绵宝宝。快把那一卡车水果卸下来，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